炒蔬菜，韭菜木耳鸡蛋，牛排加墨西哥饼做肉夹馍吃，配上新鲜的生菜。这个生菜很特别，是青叶明水的，用青叶明水来做的，种了一种蔬菜。这个水非常的干净，据说这个水是全国100名名水之一选定的。那我们开始来做肉夹馍，我先用这个新鲜的蔬菜，放了牛肉，来吃一下原汁原味的味道，没有放这些青菜，看一下味道怎么样。我的肉夹馍好啦，可以吃啦，开动啦。